本节目由欧莱雅美发挑战不同秀发问题冠名播出。先互相练一下，手拉住了，我去抓他衣服，对对对，上步迈过他的腿，他拉过来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们俩再互相试一下，你就圈我吧。前头练习呢是为了咱们柔道当中一些实战一种技术抢手而练习的。抢手什么规则呢？斗两个手，不要让对方占便宜，对方在你控制范围内，不要让对方控制带你走。来，你使劲，你带我走吧，带我走吧，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，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。我感觉我被占便宜，因为他那只手一直碰到我的胸部。Oh baby， 我不好意思，老公这样怎么玩呀？ Oh that's okay baby。 你撑着，他坐你身上。腿抬起来，看能抬起来吗？来，嗯，行，我就来吧。一涵，你准备好？我脚怕摔了你。来那露露之前是不熟悉的，然后就看了那些杂志，就觉得啊，露露是一个像女神一样的感觉。但是就是到了现场之后才发现啊，原来她是这样一个状态，而且有的时候古灵精怪的歪主意也挺多的。微传，你不能逃我的战场，你放着。哥，我都拿到了。你放着。你拿手弄过来了，不是别人吃不了，我帮你吃了。好，走。顾客您好，我是这家店的店长徐璐呢，真的是开心果。执行那个任务的时候他加入，然后也觉得可能给我们当时增添了好多好多笑点，然后就会让大家整个气氛大家都放开了一些。这不是有二薯条吗？刚才你不是吃得挺开心的吗？我吃了怎么地吧。没事。那现在你问他知道吧。这个嘴用嘴喂对方薯条。这个吧，虽然不为难你们。要掉了好吗？要掉了。
内心肯定是拒绝的嘛。那为什么还是做呢？因为公主殿下她要求我们做，就必须要做，因为我们是要让她开心。我们在过程当中后来会觉得，其实这个形式不是最重要的，而是你愿意帮助别人，愿意让别人开心的这个心是最重要的。接下来我就是把我们这个约霸大明星的主题曲送给大家，大家细细聆听，里面所有我们想说的话都在歌词里，送给大家。谢谢魏晨。男生职业团，也许我们不应该那么注重表象，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同时能够让他们得到温暖也好，开心也好，喜悦也好，我也感受到那份属于互相彼此喜欢的快乐。那对我来讲，这是重要的。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压力都很大，但是往往忽视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耐心的去倾听，哪怕你不知道怎么安慰对方，你坐下来倾听，给对方一个拥抱，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方式，也是最直接的方式。你又在烦恼着什么？不如大声告诉我，约吧约吧去吧，烦恼都给我，约吧约吧去吧，烦恼都给我。所以你还是很喜欢这个集体的。对，那就下次约约约真的约真的约真的约吗？真的约。本节目由最会美发的美发大品牌欧莱雅美发冠名播出。欧莱雅美发定制护发，挑战不同秀发问题，超高颜值、超大空间、超级智能的大明星奇瑞艾瑞泽五，试驾即享现金红包、明星好礼，约吧艾瑞泽。本节目由很贴近、非常贴近、特别贴近宝宝天生需求的全新美赞臣蓝针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有料更任性的冰淇淋品牌巧乐兹特约播出。约吧巧乐兹，喜欢你没道理。